民间第一克拉克大战民间第一草地精，大家好，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单挑对局哈。这两个人都是头顶的一个民间的这个最强的角色的头衔哈。双方一上来的话，好像谁也不让谁啊，谁都要保持他的民间最强头衔。哎，这个贺家用的还可以哦。嗯，这一波近身直接被拉了一个16D，摔倒在地。好，一个下段的虎婆，再砸一手，踢起来，荒瑶这一把谋了呀。好，差点被打晕哈，只能选择一个钢 CD。嗯，反钢回去拿下。克拉克不是小五强哈，但是他有指令头，不然的话是没有能够打的哈。好，一个重拳，嗯，这一波没踢中，刚好被爆。晃一下，再重拳打乱洞。嗯，里面无脑冲，好，再继续打康，再刚倒地。我去，这个脚啊，哎，危险！哎呀，没防好，被反杀。哦也还秀了一个大反跳啊，打一个身法。好，邓。他这波要想要赚一个下盘了，没有成功，来一波空投，这双方打起来都不归的哈，都想要弄死对手。哎，再次被踢倒，再找机会，再切入。喂，漂亮！这一波跳 A 带入了一个复合指令的必杀。喂，喂，哎，拿不下吗？好，直接空中爆一个哈。好，点赞接着看啊！现在柯总是率先拿下了一小局，双方打的说真的有点杂乱哈，都摸不透他们的一些进攻套路，都是为了抢招而抢招。好，一个阵地，嗯，空中来一个空投，我去，这一波好神奇哦，好杀，很意外，命中，再来一个爆，跑不掉。KO Round Two Ready Go。好，一个极限升龙倒地。再升龙倒地，嗯，再抓一个跑杀，这双方打的就真的感觉有点凌乱的感觉哈，互相都没什么套路，又拿下一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决胜局吧。能不能粘住这个草地啊？能粘住草地的话，他的拳脚就无法施展开了。因为这个草地的话，它很多判定距离都是要两个身位以上啊，才有判定距离。又是一个爆一爆，好，继续点晃一下，再抓起来，打得不错啊，每一局都要吃一个必杀。好，刚好。这套下来，嗯，差不多没了啊！我去，这么耐打还不晕，继续砸。好，一个跳 C， 继续砸。嗯，过来的话先升龙吧。好刚，嗯，重拳再下跌，好刚爆一个，嗯，再爆一个，来个大爆爆，必杀吃懵了啊，吃了这么多必杀，再爆一个，摔死他啊，厉害厉害。
好，关注学学不会走掉。